我们倾向不解剖的。我个人的 啊但是因儿子是第一顺位的、我不是第一顺位的。这个受到冲击吗？这个回想起来，就是说那么久，他民国82年离开台大到新光啊，啊，他到新光的第二年或第三年，太太就过世了，儿子大概早一年去滑雪，因为气喘就过世了，所以先后大概是在民国85年以前啊。所以应该不受这个打击的问题。那没有，当叔叔又是不是第一顺位的？我们倾向不解剖的。我个人的 但是因儿子是第一顺位的。我不是第一顺位的。他会想要把那个哥哥的那个送回来台湾安葬、不会的，因为他的太太和儿子都在美国。以后他这个儿子也可以就近照顾了。